背着包包里，把无形的东西都交给我吧。无形的东西。明天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68年的生日，那么这68年来说是非凡的68年，走过了非常一个辉煌和艰苦的一个历程，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成就。那么在这儿呢，特别想在这个时候啊，对我们的华人华侨说两句话，就是我们的华人华侨啊，为祖籍国的发展啊，为我们两国关系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。那么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，中国是一张名片，是我们每一个华人华侨啊值得骄傲，给我们带来了既有一些商机，同时也带来了大家的荣耀。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华人华侨能够团结起来啊，能够更加努力为两国关系，为祖籍国的发展，同时也更加珍惜中国这张名片啊，让它给我们带来的作为我们的庇护啊，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福祉。谢谢大家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。好的，感谢各位嘉宾朋友，感谢各位嘉宾朋友。